手。这次我们就来比赛，看谁先游到小岛吧。啊，你逃跑，等等我。大熊，你在干什么？啊，我真的好希望今年能够学会游泳哦。那就去游泳池练习呀。可是游泳池里很多人。那你就去海边。现在海边一定还很冷。你真的想练习游泳吗？如果是到没有人的南方海域的话，我应该就会想要练习了吧。好啊，那我就带你去吧。真的吗？大熊，妈妈要出门，麻烦你看家咯。我本来想认真学游泳的，但却被阻挠了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现在就把海带回来吧。好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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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把这附近的海带回去好了。你要怎么把海带回来？切割刀子与叉子。海水竟然被刀子切开了。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是切割叉子把海水叉起来。海水好像果冻哦。可是这么大的海水果冻应该搬不进家里面来吧。只要使用缩小灯把海水缩小就可以了。好烫好烫，沙子好烫哦。毕竟这是从南方海带回来的沙滩嘛。这样一来我就能认真练习了。那当然。好棒哦，简直就像是真的海滩一样。静香你来了。欢迎你来。这是南方的海水，所以很暖，而且也不用担心水太深。我想找一个地方换泳衣。这样啊，好，那我就把更衣室带过来了。因为现在地球的另一端是夜晚。好了，这是用自然的黑夜做的更衣室。非常谢谢你。这里面真的是黑夜，好特别哦。大熊，你不可以偷看哦。海水暖暖的，真的好舒服。因为这是南方的海水。你怎么了吗？要在这里游泳的话，好像有点太浅了。会太浅吗？这样吧，我去把稍微深一点的海带回来。这样一来就能尽情游泳了。深一点的海也很不错。你不是要练习游泳吗？这样练也可以吧。大熊，一起来练习游泳吧。哦，好啊。我就说我讨厌太深的海水嘛。大虎，你看看，大熊家里面有海耶。好好哦。大熊，我们赶快来练习游泳。我不要，我讨厌游泳了。大熊，你过来跟我们一起游泳吧。胖虎，你好过分哦，明明就知道大熊不会游泳，还故意问他。哆啦 A 梦，麻烦你借我切割刀子与叉子。是可以借你。不会吧，你想用尼加拉瓜大瀑布来练习游泳？别念了，快点来帮我。你打算切哪里？你就仔细看好了。谁叫你要这么乱来？这次就换我来切吧。这次一定要成功。怎么样？这是用尼加拉瓜大瀑布做成的滑水道哦，好壮观哦！看起来好像很好玩。看我的！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
你们给我等着瞧！哇！哈哈哈，怎么样？吓了一大跳吧？嗯，我还在想你要怎么练习游泳嘞。大熊，你不可以这样哦！果然很有大熊的作风。你就乖乖认真练习游泳不就好了？不要，我就是讨厌游泳，我比较想要滑雪。我要从现在开始为冬天准备，到时候我就能滑雪了。大熊，这里到底是哪里啊？这里是雪山，我们就在这附近切一切，赶快回去吧。啊，哆啦 A 梦，你到那边去切，范围才比较大了。真是的，妈妈不可能出现在这里啦。你是北极熊。对了，大熊，快点使用切割叉子。真是太好了，哆啦 A 梦！我还以为刚才死定了呢。小夫，一起滑下去吧。OK。不会滑雪还要滑雪，大熊果然就是大熊。大熊，我们一起来滑雪好不好？不要，我讨厌滑雪。你也真是的。Thank you.